较熟了再来讲。主播可以打打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轮流轮流啊。为什么那个我们红七宫会一直维持住这个顶尖的位置呢？因为我们红七宫，哎，他是这个他抖内的不少啊，所以他是获得了这个持续的这个位置。好啊，那我们其他就是三场换一次这样。哦，来挑战来了啊！挑战来了。哦，你有吉藤哦，好，我来盖二，我来盖二。哎，一段加油啊！你被骗跳，我会帮你补下一次的一。假头的话，哎、啊，藤真可以，哎、欸，干，看这个还配集训那个。什么乱讲？没有啦，我觉得他想学，他愿意抖内想学，我会教他。虽然，可是我会讲这种比较重的话，是因为他一直私讯我说我把谁谁谁盖爆，我就觉得你就盖个一场，然后这样叫盖爆啊？我看数据三颗火锅，对不对？哎、啊，你这样子跟我说你盖爆他，我不喜欢做这么浮夸的事情。就是你今天又不是说盖个十几颗盖爆 OK， 那盖个三颗就叫盖爆，那聊天室大概。300多个人都盖爆了，对不对？加油啊！我操，弹过头了。嗯，很好，二之理。要慢。我像我是绝对不抢帽的，输我根本没差，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要看你的防守成果怎么样。讲一句实在话，这个我就会帮你跳，懂吗？就是你不用担心你被骗跳，但麻烦你扎扎实实的盖在锅点上，我会帮你补的。你被骗跳，我就是当第二个帮你补的那个。没事，这个不会进。老板，干白温喜了，确实，考试没办法作弊。他说，因为他第一颗没跳，所以我也不会跳。只有他被骗跳的时候，我才会去盖一段。这是二段的人的使命，这样懂吗？那个。石头阿三，只有一段的人被骗跳了，他才去做这件事情。你的反应要再快一点哦，兄弟。他真的不会盖这个最简单的，哎，真的是哦。他很明显就开了铃兰之矛，我已经要准备要盖他铃兰之矛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不会盖这个。你看我不会去抢啊。那反正就属于他的责任。哎、欸，漂亮哎、欸，盖在锅点上可以，这都不会进，放心。好板，可以啊，篮板掌握的还不错，防守再提升就好了。哇，他不能做动作了啦，他运球了，这个才可以。你有看到吗？我帮他补就是不会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熟悉锅点，我就是知道锅点的人。当然，我就不会跳错时机啊！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防守该有的东西啊，懂吧？讲真的啦，你常看我的台，你一定会进步的。我每次都讲那么多观念，都不收费的、欸，看到赚到，真的。这就是教你们怎么分配现在的集训福田。他要打假冠的时候，你内线应该要怎么跳？不是两个一起跳。而是两个都应该要知道一点的锅点在哪。你他妈的这个到底是要不要盖一下啊？啊，这个他妈的有这么难盖是不是？突破就是他突破完的那一拍，这个到底是要不要盖一下？这个真的是最简单的哎、欸，这个他妈的到底是要不要盖一下？你这个一直漏不行哎、欸。他那个突破灌篮一颗都没盖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他都慢啊，他都慢了、啊，都跳慢了。盖一下，加油啦！
没有，我就觉得那招最简单啊，他那一招怎么会盖不到？没有啊，反正也没差，两句实在话，就慢慢练习啊。啊，你跑进去了。可惜啊，没事啊，他才25岁而已，他自愿意的，什么那个年纪大，年纪比我还轻呢，年纪比我还小，哎，好超哎，好帅，好爽，后仰，哇，这个打断不好，你这拉后仰，他高几率是碰不到。唉，跳慢了，没办法、啊。哎、欸，又有人拉你面向了，是不是？又是我的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又是我了，是不是？又我又卡到你位置了，是不是？又是我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刚刚要怪长谷川，现在没有长谷川要怪我了，是不是？不敢啊！啊，对，盖不到就盖不到，时机点都不对，在那边怪东怪西。啊，没盖他。阿啾，哎，我真的觉得突破灌篮是最好冒的，哎，讲一句实在话，跳太早，在鸡巴乱跳。哎，你已经快要整场没盖到这个了，哎，他好像用了6-7次了吧？突破灌篮，阿啾。哎、欸，他一次都不打二段，冒他，哇！想说你盖到了，哇，倒了。没有啦，我觉得就是实战啊，实战啊，没有开玩笑。我摔，我亏他归亏他，可是我还是会带他血啊。我亏他是在跟他开玩笑，他有跟我们去台北吃饭呢、啊。啊，既然想学，就是要提升啊！你要知道锅点在哪，按跳的时机点在哪一拍啊？哇，被藤条捡到，没差。好，好恭喜你，这个整场都没盖到这个突破灌篮一点。你知道我已经在那边等很久了哦，他要盖到了，他要触发铃兰之锚了，我已经在这边小心翼翼的等了。那个石头阿三，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吗？他没盖到，我有帮他跳吗？我有帮他跳过 anyone 吗？我一颗都没有帮他跳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他的责任。可是今天你看哦，他假头被骗了，你看我补，我有哪一颗漏过的？他是不是假头被骗？我补的下一颗都冒到了嘛？就是我要把我自己该做的防守给做好。靠腰，按到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